我想那种就是很厉害的漫画家们，应该在判断那种粗细线的时候，应该都可以非常的快速吧，而且可以就是很灵敏的马上用这个线条的粗细变化，及时性的做反应。这种东西真的是必须练，必须练。哦，这样好多了。那种那个时间一缩延长之后，然后心情就放松，放松之后就突然就画的比较顺手，真是的。近期比较不太想说，就是拖太久，原因是因为那个 YouTube 的上传时间只有限制，就是最长2小时啊，长超过2小时，它就会帮你切割成2个影片。可是呢，它的切割方法又没那么漂亮。它切割方法就是它不会帮你平均做分割，它是2小时以后你多多少，它就帮你减多少。所以就是你可能第一支影片会超级长，第一支影片会2个小时，然后呢，第二支影片它可能只剩下5分钟、10分钟啊，这就有点那个啦，就有点讨厌。所以嘛，你懂的。有那个，有时候大家看一看，哎，第一支影片那么长啊，第二支影片那么短。对，我刚腰带的部分还没有弄那个钉扣，弄一下钉扣。大家随便聊，呵呵，那个整个安静静默这样。
差不多吧，再做一点点小修饰。
刘海的线哦，弄得有点糟。因为刚刚有人问到说要不要上色，但其实有时候勾线稿勾一勾就会开始就想说，那当然有些地方尽量要能修得好一点，不然上色的时候又是一个自找麻烦。哦，那现在可能勾线勾很爽，结果有一些东西没有补好，啊，真的要到上色的时候，可能就那种什么没封闭啊，油漆桶倒不下去啊。之类的问题。所以还是乖一点。画线条画的东西哦，总是这样，差一点点东西不一样，那个就是不好看，
有时候就是它一像素的落差，然后东西看起来就很怪异，所以都要想办法自己要求自己。
Baker 退回来，刚这边处理有点太过了，先把这边擦掉好了。像这种地方，刚现在这边在修这个地方啊，就收太细又觉得很奇怪。那个疏密之间的控制也是一门大学问。刚刚好几个地方就是画一画，觉得那个密集程度这样对吗？要想说那样密集程度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分寸之间的拿捏。令人头痛。现在还有谁在啊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哇，大家今天超捧场喽！感谢几位，感谢几位朋友们的这个持续收看。
我自己是觉得今天自己的状况是还算不错啦，哦，就至少没有觉得很累，所以我觉得是还好。原本我也在想，就是说是不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弄黑白线稿啊，不过就是线稿嘛。这个其实我想真的想要说的那个线稿是指的，就是说用黑白线，然后能够比较具体的表现这种光影啊、立体感啊之类的东西，就是比较像漫画式的表现方法啦。对，啊，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跟画一般有上色的图相比哦，它是一个更讲求线条稳定度的一个功课。所以真的弄起来的时候，虽然只是单纯一个黑白线，可能都还比起之前这个可能用一些厚涂上色的方法做啊，然后就是可能用一些比较柔和线条的方式去画，可能相比之下还要再困难的多，也耗时哦，这时间耗损其实蛮明显的哦。大家看到现在勾半天勾到现在也才好不容易快接近完成，而且如果你顺着勾下去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好像都还可以再补充跟再更好，这才恐怖咧，就是那种坏话都欲罢不能。然后总有些地方你会觉得好像应该可以再修饰的更漂亮。那光影立体感的塑造啊，那些东西避无可避。这边得连起来哈，连起来。对呢，又画错了。如果照这样的立体感，应该要反方向才对。这样子玩，然后再大概像这样。
有时候就很怕加了一些那种不知所谓的线条，就是明明其实不需要存在没意义的线条。用 CG 的方法画的话，还可以这样子慢慢的补，慢慢的看，嗯，算是好处啦，好处吧。相较于手绘来说，真的是已经占尽天大便宜了，对，甚至还可以这样做啊，你可以，嗯，套手套一套，自己慢慢这样校正。可这样子弄的话，线条就糊掉了，哦，所以其实也不行。那个只要你有旋转的动作，通常目前那个像素都会去补格，补格完之后就都会糊掉。这样加头发立体感好吗？这样加比较好吗？总觉得好像也没比较好啊。啊，擦掉好了。哦。果断擦掉。过而不及都不好。上面这边一点点就可以保留了。保留一点点还可以。
小地方做一点点还可以，不要做太多。那边怎么弄都弄不好。不行不行，头发那边那个线条还是多余的。差不多啦，地面刚刚记得还要铺成一点点雪点。像这样有点想那个手上要写，下面要写个那个，我要写个惨字，这样，我要写个惨字。大概差不多，今天可能大概就这样了吧。
哦，又看到有东西想补一下。稍微想把内裤这边立体感补好一点。不错，涂层了。西马达。存个档，先看一下。在座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？现在已经有那种觉得好像应该是差不多了，但是又觉得好像是不是哪里还可以再补充一下更好。
哇，今天一画就11点了耶，酷！对我来说很酷啦。哦，这个目前还有谁在啊？目前还有没有人在啊？哦，那个今天应该我觉得可能画到这边差不多了吧。哦，我先来签个名好了。其实今天这样子应该算是差不多，但我总觉得那种。到时候可能不小心会背着大家在后头偷偷的又在补几笔之类的，不过那就算了，哦，我就来签个名吧。今天真是画超久的，可能是因为有乖乖先把这个晚餐什么的先料理好，所以现在有种精力充沛的感觉。好吧 ，fine， anyway， 该收拾一下了。今天是201，我看应该写在哪里好，写在这里好了。2015年4月，今天是9号，好，点到 ，OK。他们原来的位置还比较好 ，OK。那今天 AK 的绘图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哦，那当然也依照惯例，等一下会把这个完成的作品呢丢到 AK 自己个人的粉丝专页上面。那稍后当然也会把今天的实况内容呢丢到 YouTube 频道上面去。那仍然要感谢大家的收看。那回头的话呢 ，AK 下礼拜再来订立新的主题喽，也请大家再继续支持啦。好啦，今天就到此结束喽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订阅跟支持啦。OK，Thank you，Bye， 再见喽，晚安。